就是看我身后这个帅哥，他说他刚刚过来跟我们讲，说让我们出海去打鱼打虾那些，然后现在在跟他谈价格，价格要是谈好了合适了，我们就花个应该300块钱左右吧，然后就出海去打虾，看能打到多少。哇，这里面哇还有这个皮皮虾，嗯，哇，你们这多少钱打的？我们价格已经谈好了，现在准备出海去网虾。刚刚在那里等的时候，看到那两个小姐姐手里面提的，收获还是可以的。哎呦，这个是我们要出海网鱼的船。赶紧把救生衣穿上，我们准备出海了。那里是捕上来，应该是里面还有那些鱼啊虾，这里有个白鹤在吃它。希望今天能够收获满满。刚刚看到那两个小姐姐提的满满一袋袋，然后我现在想着我要是能有那么一大袋，我就开心了。旁边那艘船估计也是去打鱼的，出来打鱼啊。收网了。慢点啊，280块钱，这样新鲜的直接自己捕的感觉算起来还是蛮划算的，提在手里面大概有差不多10斤的样子吧，总体来说还是挺值的。虽然说来了之后没有在这旁边怎么玩，但是总感觉也收获满满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